你们谁叫薛小冉啊？我是。你们酒楼涉嫌投毒，即刻起我们要查封这里。我们酒楼用的可都是良心食材。对啊。少废话，封。是。哎，别！他们只是辣椒过敏了，他们现在肯定都跑了，那些人不是中毒。喂，停！ 我的餐车被你们扣了，现在又来砸我的酒楼，凭什么？哼！凭我们是官家，啊！哎！哎！你别！我的。 刚刚是这只手碰了他，那就留下吧。我们可是官府的人。将军府的令牌，以后这里归随将军管，快滚！走。道歉。 掌柜的，你醒醒啊！掌柜的饶命！掌柜的饶命啊！滚！我可以过来吗？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才来呀？从今以后，我都不会再来麻烦了。